贾静雯今日出席新书记者会，现场不仅徐若瑄连线祝贺。我提醒一下那个100本啊，哦，你不用帮我签名哦。我，哦，不用签名啊，比较好转卖啦。没有，你会挑重点。他不签，他不要我签。哦，他不要清香我的心意。我让布那个画口红，然后印在那个书上送给你，好不好？送给 Dalton， 不是送给你，是送给 Dalton。你的唇印，我不用，我要布布的。我说布布啦。因先前夫妻上实境节目，不料贾静雯居然99乘法表无法顺利答出，现场直接来个数学测验，结果一样无法完全答对。最后女儿布布与波妞也超萌现身，还爆料爸爸是个酒鬼。修杰楷是不是酒鬼？再说一次，爸爸是。酒鬼耶，各位哈，好，等一下我必须要澄清，他如果在国外可能会被抓，他真的是喝完一杯酒脸会红的人，他绝对不是酒鬼，真的不是酒鬼啦。可爱的模样简直让所有人都融化了。 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